好浪漫，方大同把这东西当情人节礼物送粉丝。方大同为了新单曲改变发型，帅照在网路上一公开后，立即引起热议。图富音乐提供。201,803.12。方大同送出白色情人节礼物，推出最新单曲《Ten Reasons》。方大同这次除了及格传情献给天下所有有情人外，更在单曲封面费心思，把充满浓情蜜意的粉红色作为底色，并印上典雅细致的凸版印刷 TR Ten Reasons 缩写，让整体视觉犹如情人节巧克力般浪漫可口。方大同竟是魔术爱好者，此次在单曲中首次小露身手施展。他透露当初接触魔术是在15岁左右，自己还特地买书回来自学，除了觉得好玩，把它当作是兴趣，也消遣时间。方大同说，入行前有空就会玩一下魔术，不过真的很久没玩了。学魔术就是一个兴趣，不是说很厉害专业，好玩而已。方大同趁住白色情人节前夕推出新作品，图富音乐提供。201,803.12。在单曲 MV 中，除了能看到方大同变魔术外，还能看见变发图墙后的方大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换了新发型的方大同在社群网站上一曝光，让粉丝纷纷称赞很帅之余，皮肤超好的他还让歌迷留言说根本逆天，跟10年前出道时的样貌一模一样，直呼他是冻龄男神。方大同不好意思地笑说，要感谢妈妈生得好，基本上应该是遗传，本身比较年轻脸。